好，接下来是实践题，来请上道具。一碗面大家轮流传，然后依次夹面，比较夹出来的这一根的长度啊，面最长的积一分。哦，明白。那从娇娇开始。我还以为让我吃，我吃了，谁还能吃啊，对吧？这一口就没了。开始了是吧？好，来开始。行，就他吧，不能挑了。哟呀，不能转，不能卷啊，不能卷，那完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加油，巩立姣！巩立姣开始发狠了。哎呀，还不舍得呢。你看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肯定了，肯定从中间断了。我跟你，今儿我发现你这扔铅球，你这腕力真是。行了吗？行了。行不行？你再不行，你自己衡量。再不行，一会儿碗都给你提起来。主要是我们不想让你行了。起根，对，下面。预备，滑动。出手，漂亮，巩立姣，漂亮，这是一个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的成绩。70，好。70，那不是越到后面越吃亏吗？越得意越到后边。不一定啊，因为剩的多，他可以看到哪个。都断了。那也有，你有可能夹的就是断的那个。也有可能夹到了一根更长。你是？带钱包，活该我请客，真的。那咋了？他一下就断了。他一下就断了。你慢点，这游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太快了。咱得好好给人打个样，我觉得。嗯。那你这么加，可以，也行啊，也行，可以了，有了。40。我们夹的不是同一根吗？刚刚40多，42。哦，咱俩一看就是一个年纪的。按实际岁数夹，实际岁数夹的。好，下一位。结果发现郑恺加上一葱花。哦，好香啊！郑恺不会用筷子。这不是会不会的事儿。这个要慢工出细活，知道不？不能着急。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。对。你现在已经超过我们了，你别最后像老秦似的。你看，在。好开心啊！有人陪你了，有人陪我俩，是不是还得对，还要 PK？ 作为妈，不能太贪心啦。谢谢哥，谢哥。Baby 有成绩就行。是按什么？按什么？那个按年纪加的，是不是？有成绩就行，真的。这么稳。对，这么稳够了啊！按年纪假的，我这估计也就差不多吧。反不是20就18，20整，20岁。按年纪假的，那娇娇你这个70了呗。哎，这更小，这有个3岁的，快点。你5厘米，5.5。你们做人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好不好？不是按年纪算的。01，要有点跑男精神。加一根比70长的，人家作为运动员，咱们也是，对吧？你别听这个老人家在忽悠你。是我学弟好吗？我俩一学校。师姐，对，是吗？体大，对，体大，对啊。你体大，挑战一下师姐。对，必须挑战。75，啊，至少75。慢点。别着急。对你让那根稍微回去一点，它就能，它能还能再长一些，还有场外指导的。
对，哎，哎呦，这拉的这么长啊！还有呢，这么长，再回去一点，再回去点，哎，好嘞。那个你师弟啊，以前是学跳舞的，好的，第一轮结束，然后我们前面没有成绩的三位，恭喜你们进入第二轮的复赛。嗯，复赛，对，三个一起。现在夹的可不是年纪了哟。不是，他有点驼了，然后更难，他现在粘在一块儿了。对，看你们三个谁坚持的时间长。走，林走走，我学弟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走，你就停在这儿，你停在这儿。林一有可能，完了，林一出局了。快抢了，赶紧断断断！抢了，出局了，抢断断！林一出局了，看你俩谁能坚持。断，小心小心小心！走！好，夹断夹断夹断他夹断！哎，好了，老秦有成绩了。郑凯，你小心功亏一篑。哎呀，可以可以。年轻人还是心急啊！哎呦！好，那第一名是娇娇。娇娇，70厘米。现在是有两